现在关注大陆现在防疫松绑的最新状况。不过呢，武汉大学罕见出现学生因为不满校园不断有新确诊群集示威，诉求应该让他们提早返乡。在深圳和上海，免查核酸的范围扩大到社区办公场所。中国官媒持续要淡化大家对病毒的恐惧，以加强对于突然松绑的合理性。他们请专家强调 OO 变异病导致了肺癌重症和危重症的比率比流感要低，另外呢，就是不断的提升疫苗接种率。中国在近两天批准了四家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包括鼻喷式的疫苗，赶快上阵。撑着伞，学生们聚集高喊，这场景在白纸运动后格外敏感。武汉大学学生不满校园不断有新确诊，诉求提前返乡，但校方却没回应。记者从武汉地铁运营公司了解到，今天起，广大乘客凭健康码绿码乘车，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除了校园用闭环管理方式恢复了实体课外，武汉当地大多数防疫限制都松绑了。学生示威行动凸显校方和社会面做法不同产生的矛盾。根据统计，大陆至少有48个城市不再查验核酸，就是进出车站的话是更加方便了，就是不用特别注意，然后核酸的有效期原来快了很多，只要看一个码就可以解决了。新的报告没出来，旧的已经超期。那个的话，人家就要翻过来检查一遍。少了频繁做检测的环节，感觉方便许多。深圳更加码，免查验核酸扩大到社区办公场所，但网咖、酒吧等六类人群聚集过于密闭的公共场所，还是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另外，在上海则是医疗机构、中小学等特殊场所外，其余地方都不再查验核酸。一开始是比较开心的啦，然后后面就比较还是稍微有点担心的，因为大家都放开了，所以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那我自己也在家里备了一些，就是退烧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治疗喉咙的一些舒服的药类。大幅度解禁，但在首都北京却相对严谨些。Here's how I do it. I open up the health app on my smartphone. I scan the QR code.绿码核酸一天，要进到北京的麦当劳还是得扫健康码查验核酸时效，而且只开放外带，不少餐厅仍是大门紧闭不做生意。大街上送餐的快递员表示，公司要求他们还是每天要做检测。市区内的大型方舱还是住着不少因为确诊和密切接触的隔离者。 This is a convention center in Beijing that's been turned into a massive quarantine facility with thousands of beds. CNN 驻北京记者走访当地防疫现况，认为尽管大陆各地有调整防疫，但要彻底解除清零政策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有消息指出，大陆中央最快7号会再宣布10项放宽防疫的新措施，以补充先前20项优化防疫调整。2009年全球包括咱中国流感流行，就那个时候啊，这个流感出现流感肺炎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现在的奥密克戎和那会儿和我们的流感比，它导致肺炎或者是说甚至说重症或者危重症的比例应该说比流感还低。大陆央视持续配合中央，要淡化民众对疫情恐惧心理。请出专家表示，奥密克戎导致肺炎重症危重症率比流感低。另一方面，急于提升疫苗接种率的大陆，光在4号、5号两天时间内，火速批准4家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其中包含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合作研发的鼻喷新冠疫苗，在呼吸道形成预防新冠病毒的屏障。阻止病毒进入鼻腔或咽喉黏膜，填补肌肉注射疫苗未能够刺激鼻腔同咽喉黏膜产生的免疫反应缺点。鼻喷新冠疫苗称能优先为长者高危人士接种，未来目标半年内生产2亿剂。大陆目前上市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共计13款，但接种率是否会因此提高，加速终结大陆清零政策还有待观察。 TVBS 新闻综合报道。